便太阳病脉症病治下。问曰：病有脏结，有结胸，其状何如？师曰：寸脉浮，关脉小细沉紧者，名曰脏结也。按之痛，寸脉浮，关脉沉，名曰结胸也。何谓脏结？师曰：脏结者，五脏各具，寒热忧分，亦求血分，虽有气结，皆血为之。假令肝脏结，则两胁痛而呕，脉沉弦而结者，亦乌煮与汤。若发热不呕者，此为实，脉当沉弦而急，桂枝当归牡丹皮桃仁枳实汤主之。心脏结，则心中痛，或在心下郁郁不乐，脉大而涩，连翘阿胶半夏赤小豆汤主之。若心中热痛而烦，脉大而弦急者，此为实也，黄连阿胶半夏桃仁茯苓汤主之。肺脏结，胸中闭塞，喘渴善悲，脉短而涩，百合贝母茯苓桔梗汤主之。若渴而唾血，胸中痛，此为实，庭立瓜蒌桔梗牡丹汤主之。脾脏结，腹中闷痛，按之如腹杯，甚则腹大而结，脉沉而紧，白术枳实桃仁干姜汤主之。若腹中胀痛不可按，大便出溏后憋转失气者，此为实，大黄厚朴枳实半夏甘草汤主之。肾脏结，少腹硬，隐隐痛，按之如有核，小便乍清乍浊，脉沉细而结，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。若小腹急痛，小便赤数者，此为实，以桂枝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。脏结无阳症，不往来寒热，其人反静，舌上苔滑者，不可攻也。饮食如故，时时下利，舌上白苔滑者，为难治。何谓结胸？师曰：病发于阳而反下之，热入于里，因作结胸；病发于阴而早下之，因作脾，所以成结胸者，物下故也。结胸病头向降，如柔镜状者，下之则合，亦大鲜胸丸。结胸症其脉浮大者，不可下，下之则死。结胸症续聚烦躁者，亦死。太阳病，脉浮而动数，浮则为风，数则为热，动则为痛，头痛发热，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，表未结也。一反下之，动数便迟，膈内剧痛，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，短气躁烦，心中懊恼，阳气内陷，心下阴硬，则谓结胸，大鲜胸汤主之。若不结胸，但头汗出，余处无汗，气紧而缓，小便不利，身必发黄，五苓散主之。伤寒六七日，结胸热实，脉沉紧而实，心下痛，按之实应者，大鲜胸汤主之。伤寒十余日，热结在里，复往来寒热者，与大柴胡汤。但结胸无大热者，此为水结在胸内也。但头微汗出者，大鲜胸汤主之。太阳病，重发汗而腹下之，不大便五六日，舌上燥而渴，日腹所小有潮热，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禁者，大鲜胸汤主之。小结胸病，正在心下，按之则痛，脉浮滑者，小鲜胸汤主之。太阳病，二三日不能卧，但欲起，心下闭结，脉微弱者，此本有寒分也。反下之，若立止，必作结胸；未止者，此作邪热利也。太阳病，下之后其脉促，
不结胸者，此为欲结也。脉浮者，必结胸；脉紧者，必咽痛；脉弦者，必两胁拘急；脉细数者，头痛未止；脉沉紧者，必欲呕；脉沉滑者，胁热力；脉浮滑者，必下血。病在阳，应以汗解之，凡以冷水浚之。若灌之，其热被结不得去，迷更易烦，肉上素起，意欲饮水，反不可者，服文哈散。若不拆者，于五苓散。寒食结胸无热症者，于三物小陷胸汤，白散亦可服。太阳与少阳并病，头项降痛，或眩冒，实如结胸，心下痞硬者，当刺大椎第一阶，肺腧、肝腧，肾不可发汗，发汗则战雨，脉弦大，五日战雨不止，当刺气门。夫人中风，发热恶风，经水失来，得之七八日，热除而脉迟深凉，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战雨者，此为热入血湿也，当刺气门，随其时而泻之。妇人中风，七八日，续得寒热，发作有时，经水失断者，此为热入血湿，其血必结，故使如疟状，小柴胡汤主之。妇人伤寒发热，经水失来，昼日明了，目则战雨，如见鬼状者，此为热入血湿，无犯胃气及上二焦，必自愈。伤寒六七日，发热微恶寒，肢节烦疼，微呕，心下肢节，外症未去者，柴胡桂枝汤主之。伤寒五六日，以发汗而腹下之，胸胁满，微解，小便不利，咳而不呕，但头汗出，往来寒热，心烦者，此为胃结也，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。伤寒五六日，头汗出，微恶寒，手足冷，心下满，口不欲食，大便硬，脉细者，此为阳微结，必有表，复有里也。脉沉者，亦在里也。汗出为阳微，假令纯阴结，不得复有外症，续入在里，此为半在里，半在外也。脉虽沉细，不得为少阴病，所以然者，阴不得有汗，今头汗出，故知非少阴也。可与小柴胡汤，摄不了了者，得使而解。伤寒五六日，偶尔发热者，柴胡汤正聚，而以他药下之，柴胡症仍在者，复与柴胡汤，此虽以下之，不为逆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。若心下满而硬痛者，此为结胸也，大陷胸汤主之。但闷而不痛者，此为痞，柴胡不中与之，亦半夏泻心汤。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，成结胸，心下必硬，若下利不止，水将不下，其人必反。脉浮而紧而腹下之，紧反入里，则作痞，按之自软，但弃痞耳，小青龙汤主之。太阳中风，下利呕逆表解者，乃可攻之。若其人折折汗出，发作有时，头痛，心下痞满，饮胁下痛，干呕短气，汗出不恶寒者，此表解里为何也，食枣汤主之。太阳病，一发汗，遂发热恶寒，因腹下之，心下痞，表里俱虚，阴阳气并结，无阳则阴毒，附加烧针，因胸烦，面色青黄，肤润者难治，金色微黄，手足温者易愈。心下痞，按之软，其脉关上浮大者，大黄、黄连、黄芩泻心汤主之。心下痞而腹恶寒者，
父子泻心汤主之。本以下之，故心下脾与泻心汤，脾不解，其人渴而口燥烦，小便不利者，五苓散主之。伤寒汗出，解之后，胃中不和，心下脾硬，肝易食臭，胁下有水气，腹中雷鸣，下利者，生姜泻心汤主之。伤寒中风，一反下之，其人下利，日数十行，骨不化，腹中雷鸣，心下脾硬而满，肝呕，心烦不得安，一见心下脾，胃病不尽，腹下之，其脾亦甚，此非结热，但以胃中虚，客气上逆，故使硬也。甘草泻心汤主之。伤寒，服汤药下之，力不止，心下脾硬，服泻心汤不已，复以他药下之，力亦甚，亦以理中与之，力仍不止。理中者，理中焦，此力在下焦故也。赤石脂与于凉汤主之，腹不止者，当利其小便。伤寒吐下后，发汗虚烦，脉甚微，八九日，心下脾硬，胁下痛，气上冲咽喉，旋冒，经脉动涕者，久而成痿。伤寒发汗，若吐若下，解后心下脾硬，益气不除者，悬浮带者汤主之。太阳病，外症未除而数下之，遂邪热而立，立下不止，心下脾硬，表里不解者，桂枝人参汤主之。伤寒大下后，复发汗，心下脾恶寒者，表未解也，不可攻脾，当先解表，后攻其脾。解表亦桂枝汤，攻脾亦大黄、黄连、黄芩泻心汤。伤寒发热，汗出不解，心下脾硬，呕吐而不利者，大柴胡汤主之。病如桂枝症，头不痛，项不强，寸脉微浮，胸中脾硬，气上咽喉，不得息者，此为胸有寒也，当吐之，亦刮地散。病胁下素有脾，连在脾旁，痛饮少腹，入阴经者，此名脏结，死。伤寒若吐若下后，七八日不解，热结在里，表里俱热，时时恶风，大渴，舌上干燥而烦，欲饮水数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伤寒无大热，口燥渴，心烦，背微恶寒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伤寒脉浮发热无汗，其表不解，当发汗，不可与白虎汤，可欲饮无表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太阳少阳病病，心下硬，径向强而眩者，当刺大椎、肺腧、肝腧，肾不可下也，下之则静。太阳与少阳合并，自下利者，与黄芩汤，若呕者，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。伤寒胸中有热，胃中有邪气，腹中痛，欲呕者，黄连汤主之。伤寒脉浮滑，此以里有热，表无寒也，白虎汤主之。伤寒脉结促，心动悸者，炙甘草汤主之。